洗洗行了，开店你不得洗清点吗？这衣服该洗了，穿着毛毛进来。昨天我穿着这衣服干点活，再洗了，两天就得洗。好嘞，来了。不觉得时光如流水匆匆，它转眼过去了。某一天无意出现，发觉你在我心窝，直到若干年以后，我认识了寂寞。难以置信，无法忘记，这在失去消息的这些年里，我时常还想起太多经历，走过风雨，埋在心里中还有的记忆，就不曾被谁。我希望不管有牌子的还是没牌子的，咱们放过人家。不管是我前面的哪一任女朋友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在直播间去提，是吧？就我也有的时候我也不清楚到底我不是男人还是你们不是男人，天天沉直播间烂谷子不放过人家，过去了就过去了呗，人家有自己的新的生活，让人好好生活呗。对呀、啊，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每天就非要围着这些女孩转，然后搞得直播间乌烟瘴气，最后玩我的锅，说我天天拿人做节目效果不是人。你们为什么每天要踢人家？天天就这点事儿，累下了啊！两个人在一块儿，你情我愿；两个人不能合适在一块儿，那就好聚好散，没有必要去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。以后有什么事情感情事情也不会在直播间再跟你们说，你们知道的这段恋情是最后一段，没有必要跟你们说。你们真的很多人他都打着那种贼正能量的旗号，天天在带负能量的节奏，本来这个事情大家没人说，然后你天天坐着提，提完了然后节奏一起来过后啊，这了那了的，哎，肯定不直播以后。我有什么直播的？我现在不靠直播挣钱，以前有可能靠直播，咱们靠到直播间，为了搞一个节目效果，舔舔大哥有点收入。现在我也不靠这玩意挣钱，我为什么要别人拿着我的私事儿，对吧？来直播呢？跟谁在一块跟谁结婚，这属于我个人隐私问题，对吧？我没必要放到公众上让大家指指点点。我让他们知道了能解决什么，他们能帮我盖个房子，帮我搞个婚房，我结婚了能给我随几百万彩礼，能给我出台车，什么都解决不了，除了搞出一些流言蜚语什么都没有。来了，搁楼上呢。今天坐楼上了？行，有地方楼上。你几位啊？仨坐这儿吧。我寻思你已经有朋友到了，楼上有一桌。又来了？来嘛，好吃就常来。看我那天不说，我这好吃就是。连来两天，完中间断了几天，今天又来了。对，再多吃两口。吃。咋的？要离开家去，怎么两个月？不会啊。
回家洗吧。我这要离开家拉稀呢，刚才就是两天。你好吃就别吃一根。哎，还是牛蛙锅呗。还是牛蛙锅吧。来个微辣呗。嗯，中辣呗。还有黄瓜。哎，上回你都吃啥了？一个锅，然后就点两个上菜，就玩呗。拍黄瓜，捞菜，八米，捞脆蛋，看看来一个。那你就捞菜。捞菜。你八米你别点了，一会儿我要不忙，我蒸点吧。现在太忙了，还有外卖呢。来，几位？三位啊，三位坐这儿吧。然后喝啥？你先坐，然后等我啊。你先看看菜单。先坐着。纸要不要来一包？来包纸。拿开胃，大开胃啊。大的小的，拿大拿小的，开胃。半斤白酒呗，黑和老酒来半斤，就一人一缸呗，就两缸白酒呗。先谁行？你说我那天干多少钱？三毛钱，他妈回都没回来呢。我这我挣不够一百五，不打人。不够，不够本儿。这不老本来一个，那就老家是有数的。没在家，没了。完了，李思阳先给我送理由。一天到家开始讲美德，那啥的就。我坐你们了吗？李大就车突突了，别了。烧本儿，我就别了。烧本儿啊，烧本儿。楼上没菜吗？这是。一个金针菇，一个青皮。炒粉儿，炒粉儿，然后就是手擀面，手擀面，金针菇。你还要啥吗？这些。喝啥吗？喝啥？他两个几呢？那个喝水就是。一个两个大油吧，没想得两个大油，两个啤酒，两个啤酒，一个两个啤酒，一个两个啤酒，八啤酒。支撑一斤零三，啊，支撑啊。行，马上好，等一下子啊。我操，不能他妈拔充电宝呢，我他妈手机咋没电了呢？他妈真嘚儿。
来几位？有几位？四个，三个，有，坐吧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啊好，等会儿啊，我擦脸，不知道多哪个锅了，妈的辣椒抹脸，妈辣我一脸，我现在脸疼辣的。哎呀，这脸辣的真的。抽烟多呀。加辣椒吧，没味儿吗？高的。陪你走过一段，心情比人生都平常。在你眼眶，让你看，泪不要你挡。七情六欲的烦，笑着哭，哭着笑，去想你的模样。可以，对，你跟这一样的，但是感觉上好像是外卖那个菜，我们这边有超多的，超多的，你再回去点头，看一下那个生活，差一点在你这边吃方便，然后点外卖你加我妈微信就对了，行。
你不会知道遗忘有多难，给你的心不要你还，总不要你走，陪你走过一段，轻轻的一切都变长，爱你的苦不要你扛，累不要你当。能吃羊没能说羊吗？我没看着，我怎么你想起阿姨我谁呢我就自己拿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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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咱俩不要那个裤子里边儿，给你走过一段，寂静的一切都平常，爱你的苦不要你扛，累不要你当，轻轻的雨打翻，笑着哭哭着笑去想你的模样。你的心不要遗忘，总不要你走，陪你走过一段，寂静的一切都平常，爱你的苦不要你扛，累不要你当，轻轻的雨打翻，笑着哭哭着想起想你的模样。Thank you.
们要的是那个蟹籽肉，是吧？蟹籽肉，不是蟹吗？让大米饭。
来几位？四位啊，四位上楼吧，啊，楼上吧。来，等一下，咱们在下面点完菜，你上，上面点完。点完你上，你可以做模式，上面做人就干
磨的人抽烟吗？你总是说的美，有时总会想起，想挽回这吻别，爱一生的旧情，爱你爱好的人才。可到底太可惜，看着无助的自己，好像写下的反应，从此我就说把情爱尽量改变自己，可就算硬着头皮也只为能留住你。你说想要个心机，说我不适合等你，便用一句对不起，想我也成全了你。住过你的房子，盖过你的被子，只差一个孩子就能做你的妻子。可是他来的当时，却占了我的位置，尽量在离开以前收起带泪的样子。我住过你的房子，用过你的被子，有过幸福的日子，就差做你的妻子。明明我比他懂事，但你说他能合适，只能离开你身边那扇门。一关就是一辈子。去了，走。你总是说太慢，有时间不相信。住过你的房子，盖过你的被子，只差一个孩子就能做你的妻子。可是他来的当时，就占了我的位置，尽量在离开以前收起带泪的样子。住过你的房子，盖过你的被子，有过幸福的就差做你的妻子，因为我比他懂事，但你说他不懂事，只能离开你身边，那扇门一关就是一辈子。我住过你的房子，盖过你的被子，只差一个孩子就能做你的妻子。可是他来的当时，却占了我的位置，尽量在离开以前收起美丽的样子。住过你的房子，盖过你的被子，有过幸福的日子，就差做你的妻子。明明我比他懂事，但你说他的合适，只能离开你身边，那扇门一关就是一辈子。那你不听你的话吗？本身是我找你，你是路啊。没有工资就还上哪挣？房子给你，那先来。变大的就是小钱要装多少钱？几万？反正要，我没五十六七零，他给的呗。我为啥？我俩，我俩是一样的。就油是哪方面都行，小油，小油是啥？岁数大。对，你干啥的都是。我说的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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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
你的心我心不过一笑了之，你的心我心就当作真离开，因为我舍不得我看不出来，我就没有看见，多少有点自以为是。
哎，这刚才不知道手摸哪个辣椒了，然后自己没注意，这不来回动一出汗，用手摸了一下，现在烫的脸，脸烫成辣，疼我操！我说那啥呢？突然就楼上两三桌，三桌。忙懵了，他来他就说了，他说你们的豪车没带着，他没动，还说今天一会儿做点饭吃呢，整个可乐鸡翅。这估计忙完不一定几点能吃上了，一会儿再看吧，不行简单吃点。我昨天翻手机看人家做可乐鸡翅，我寻思今天我们也做一个。他不能问你，谢谢楼上姐。问他去。姐，洗手间楼上。啊，那你跟他说。我这儿呢，我你家。不是。我告诉你号，你这啥身家？客人说好吃，加个微信，过后要外卖。回到这儿，行，一会儿忙完了加你，说一下。不是，那没时间，不是，我家都得现炸。现炸？要现成我就给你抓了，还能差这点事儿吗？现在来人，楼上都忙。我不是，我要是那啥，我一会儿赠你一盘都行。都现炸的，忙喽。我这不忙，我给你他们闲下来，今天忙。先收拾了。
专门装保险的。这楼上吧，我给先收拾出来，万一一会儿来人呢？吃的挺干净的。吃挺干净我昨天给手机充电了呀，咋整咋弄的呢？山下路来北风，山风山风山风山啥东西啤酒啊？啤酒我操，差了1块钱6块7块八块。哎呀，就6块还7块呢，还8块，哎，差一个差一个钱儿。你平时来都喝啥？原汁麦。那就原汁麦呗，6块钱便宜。先来的吧。来，就原汁麦。尝尝看，还是还行。现在已经整个小的小了，能撒出来吧？这水是吧？不行，那个呢，着急呀，也有点火大了，可能是有点受不了全雨。火大，洗着抓可以抓。那倒，你反正整一设备全。你说你在本地的，那天不用抓干基本上，你看那天在抽啥？要是不抓的话，那把你能逮起来呀？连带着都上去了，然后最后又回来内外，这家他俩母的在车间儿。韦小在抓，他在旁边到后边儿，这在捡不捡吧？那不对，为啥你就在那你们一站就完事儿了？那我要上车，妈妈不让我上车，我不让我上车。韦小回来就得要站，不让上车。
没有拍黄瓜了，谁给你要过拍黄瓜呀？我说那别人去了，拉跑了，拉跑了，让拉跑了，别人包了，拉跑了，这个，我留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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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
本来我想，我看做可乐鸡翅做挺好吃，我今天我想做可乐鸡翅，太累了，我到应该没吃晚饭呢。看我这个饿的这个汗呼的虚脱了。上个牛肉火锅吧，没事。想做了，本来想做点饭吃。真累，我操。你不是让好泡上吗？没泡上吧，反正都几几一玩意儿，我这泡上的，我拿个冰箱上要啥呀？还泡上了？他说要我泡上的啥子的，他不训的。你让谁泡上的？五爷。对。我就装点工具，这玩意儿那啥，我就给你烧。你烧给我钱都嘟嘟嘞，他妈一年烧给我他妈好几千块钱。好，你们老亮，你们在哪上班的？工地啊？搁哪儿啊？我们啥都干。啊，我以为你们整工地呢。哈哈哈哈哈！真的？都是民营有钱的呀。我看那哪儿那个。实验中学下面拐角那块往那边走是幸福，那块不有大收费站吗？你们牛逼啊，干多少年了的东山那头那个啊，那得干多少年了，20年。对，挨着规划，挨着规划院，挨着规划院吗？我在那时候，以前我也在东山住了，后来实验中学盖宿舍楼，搬走了，动迁了。那也就老了。算了，让我歇会儿，不行，我实在不想收了，我太他妈累了，我冒虚汗，我操，饿的。东西拿好啊，手机啥的看看。嗯，摸点手机，其他的不，哎。我现在也没胃口，我饿是饿，他折腾的啥吃不下去，没胃口，就不让你吃饭，让你咣咣咣折腾俩小时。你的确是饿，但是实在是不想吃。等上去，缓会儿。我跟我俺俩开车都往哪儿去，刚才那楼上那两个锅给我干的有点难受。它一个是双层还好点，它
它一个是单层鸳鸯，两个大锅怼一层了，我端的老难端了，撒一道。刚才那锅给我多难受了，太沉了，我操！将就呗。那一锅给我端恶心了。他要上蒸锅，我家没有锅了，用完了，只能上鸳鸯。这都回头客，这来好几次了，都回头客。中间那女的也回头客。刚才我不是整外卖吗？我们家有外卖，说你家有外卖，我说有。说那我下回点你家外卖。他家住这离这有点远，他还爱吃我家这锅，他就爱吃咸辣的。我说那你加一下我妈微信吧。我说你从微信上点，你别从网上点。我说网上一锅150，我说这钱吧也不是我们挣了，平台抽走了。我说你就正常给我妈发微信点，然后你花个6块钱打车钱就行。你正常来这吃饭，你不打车来吗？一个道理，你叫跑者给你送吧，6块钱。你打那个就把四个亿才能要的，哪不得吃的吗？行吧。人家不想我干饭。哪个啥点都不得。那你得那个啥，你得干，像那活就干，像那活拉倒。还有啊。你也没那啥，你不就在家待着那俩？啊，是真的虚啊！我现在手都要嘚。我一会儿来买点水果，我昨晚把我那点水果吃完了。昨晚上我没吃晚饭，昨晚上我吃啥呢？昨天晚上我点了个外卖，4点多我健身那会儿点了个外卖，点了个麻辣香锅，5点多我坐这吃的，我吃了半盒麻辣香锅，吃了半碗米饭，然后我躺那睡了一会儿，有点难受。昨天生意没有今天好，他们忙得过来，我楼上有个床，我在楼上睡了一会儿。然后晚上回去饿了，打会儿游戏饿了，吃了两个香蕉，那玩意儿你停不了。一个抽筋，还有一把小柿子。啊，然后在网上买的那个煮熟的玉米粒还挺好吃，吃了2袋玉米粒，饿的睡不着觉，硬睡的。算了，睡觉前吃东西肯定要胖。硬睡。睡着了就不饿了，这睡醒了、来了到现在啥也没吃。我操！我那会儿挣了7000多块钱，哎，眼睛痛。这周末那啥，你待着你啥？我现在睡眠质量。没就是我末一天，比方说我睡够了，我算了一下，我睡够8个小时，我醒了就困。去三次饭，说就去三趟我做啥？不醒了还困，就我算我睡够了8-9个小时，怎么还这么困呢？然后末一天有的时候睡4个小时就醒了，睡4个小时马上就醒了，醒了就睡不着，难受。睡不着，然后但是难受，就是头晕，眼睛干，然后醒2小时呢，完还能就是醒玩2小时手机，然后就又睡着了。我现在睡眠不好。我一直说找个时间吧，找个中医调理调理。这玩意儿中医，一个是年纪有一方面关系，另外一方面就是从事网络这个行业，精神舆论压力大，这么多年了，精神这个方面压力比较大。干这么多年，这个行业就不一般人能干了，这钱不一般人能挣的，真的。中医能调理，开点中药，找中医调理一下。但现在佳琪，还真没什么中医诊所。这不是，不过找个中医调理，开点中药，喝点中药。有时候问我妈，
就摸一天睡的时间很长还困，摸一天睡的时间很少就醒了，就是贼乱你知道吗，每一天不一定不怎么搞，我整吧。嘉琪哪有中医呀？啊？啊？哪有中医？我寻思我就看看，我这老失眠，睡觉紊乱呀，我寻思我去找中医开点中药，调理调理。抖音啊，快手啊，斗鱼，斗鱼，斗鱼，你儿应该知道吧？玩游戏的平台，主要以游戏。你平时玩游戏吗？玩啥游戏？阿斗吧。啥斗玩意儿？吃鸡啊。吃鸡呀。别吃半夜打游戏去。小孩都这样。像我那时候想玩也没这条件的，没这家伙事儿啊。想你想到啊，反正。没有手机，像我那时候就是过去上游戏厅打个币抓开就弄了。我35呗。88年。对呀。端庄。啊对呀，那家就端庄买的。那也就是上游戏厅买俩币了。动一动，咱就玩个旱冰，玩个旱冰。哎呀，那玩不起呢，一小时那时候我记得2-3块钱吧。哎，2块，是吧？也是捡过点大票了。铁路天空那儿对对对。铁路那个。金太阳，以前还有个金太阳。对。那时候老打架。多奢侈啊！那时候也不像现在，那时候人嘛，就是看你不顺眼就揍你。不像现在，那时候老打架，天天门口打架。吵都不吵，吵都抽不出来。抽你俩又抽啥？来出来。那时候也不要钱的，打就打了。对就对，现在你谁敢打呀？厦门哪儿？我们上个锅吧，上个锅，然后下点手擀面吧。我去买点牛肉。3块5，现在给他2.8块，
我们去买点吃的。这个人还没被永封。我为什么要被永封？我干什么坏事了？咱俩唠唠，正好我散散汗，外头有点冷，我怕出门感冒。咱俩聊会儿，就你这个人，就是你犯法了，你得有，你判刑你得有相对的，你得有他干啥事儿的呀？咱唠唠。我得因为啥永封？你给我个理由。我今年不一定户外，兄弟们。咱聊一聊啊，你看这正常聊天嘛。你看跟你聊天，你又不聊。老子看了你七年蟑螂，你需要我说谎？上次看你风又出来了，风肯定是有。你在斗鱼又入我干这么多年，你说你一点错误不犯，这不太可能。但是吧，犯错它有重有轻，你不能说你现实中你作为一个老百姓，你跟谁骂两句人，动手打了个架，那就得枪毙啊。那你大不了和解嘛，你有错你给人赔钱嘛，你没错他给你赔钱嘛，你不得分身大小吗？那你说我永封，你没说我被封啊，那我什么事情应该是被永封？我跟你聊的是这个，对不对？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应该是被永封？你得说事儿啊，你不能说因为我不喜欢某一个人，某一个人就得被永封，或者某一个人就得出点啥事儿。那你又不是玉皇大帝，你又不是神仙，你不喜欢他，他就得消失，是吧？永封你得有事儿啊，斗鱼也是讲理平台呀，是吧？更何况。斗鱼有封我能有什么好处吗？这很正常呀，所有主播你坐到这里头，但凡是你在斗鱼稍微能叫出点名号的主播，稍微有点热度火一点的主播，没有没被封过的。你给我说一个谁没被封过啊？ PDD 都被封过，对不对？你这东西这很正常呀。而且你作为一个平台，你说斗鱼封我们，把我们永封了，他有什么好处吗？谁给他钱呢？他除了少个员工给他挣钱，他除了直播间少一个主播，他没有任何好处。这边还有一个压榨的，兄弟，我先把你封掉啊！封掉你的原因呢？我不是说。你骂了哪个女孩，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，希望啊大家放过这些女孩，能明白我意思吗？因为我这些年的直播带来了很多收入，带来了很多普通人得不到的一些东西，比方说旅游啊玩啊，我可以公费旅游玩，我还能挣钱，但是同时我也带来了很多困扰。比方说我跟哪个女孩处了一段时间对象，我们两个不在一块儿了，大家还不放过她，拿着她做噱头，做直播间的调侃。所以说这也是我的一个得与失吧。从今以后我不希望大家再去拿这些人去在直播间，我宁可直播间没弹幕，我也不希望有这样的弹幕。分手就祝福人家，
就是祝福。我也希望屋里这么多男人都是站着尿尿的，不要老拿一天拿一个女人说事。今天是三八妇女节，祝直播间所有的女性朋友、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。对吧？没必要。就我不希望就是大家坐到这里头每天以这种话题来博自己的一笑。我觉得要啥，我个人觉得没啥意思。不管是我也好还是你们也好，分开了就祝福人家啊。如果他们过得好一点，有一天我们真的看到了啊，那也开心。算账，行，不唠。好，算账，出门溜达去。白大生。我上这儿来吃的，就一个金针菇，一个清拼呗，是吧？270吧。对，一个牛蛙，金针八爪锅，一个金针菇，一个清拼，没了，278。嗯，慢点啊，看点东西拿好。我不知道谁点的，谁寄？寄啊，你马上拿呀。我要出门买菜去，马上菜店关门了。坐吧，坐吃吧。我管不了，我要走了。我要买个菜去，我不用太饿了。那你们打车回去，没事，我拍送他们。那你看，你们谁点的单谁寄？我。谁点的单呢？哪个要三碗米饭呢？那就上那屋的了呗，这屋走了吗？你看我拿的是给我，我看着了。我太饿了，我这再不去整吃的，我要饿死了。Thank you.
三百八十大红葱，别搞啥了。大老王，给380多的锅带来，算了，我熬。我给你送去，我出门买点吃的，不行一会儿没。你把锅端上。没，我今天来了，我说跟你说话不超五句，我现在跟你说三句啊，咱们现在不要说太多，不说话就吵架。我们每天花多少钱？看你赚钱走。没事，他俩也能算。你们是两个纯生是吧？啊，294。慢点啊。没事，没事，你再坐会儿啊。啊，你。他们一直都管我叫大爷呢，我什么都谁呀？太挤了，咱俩不叫这些东西了，不叫。咱俩就没跟他家里成哥，成哥长得像我跟大爷，叫什么名字？你什么时候到啊？就得叫。十分钟吗？因为我这人，他跟我说话了。那大爷没考虑过，他今天提醒你。大爷。越敞开它越不热。哎呀，我操的，真难受，真他妈冷，真他妈冷。
失的努力，还是失去了你。我想用一生把你照亮，我最不能忘的是。完了，牛肉买不着，关门了呀！啊，干啥呢？想你了？想我了？哎，想我你还行，我这不变你？你咋？你干啥呢？准备骑你电驴子来吧，在家了。你自己啊？那我自己，我就坐着，我就等你呢。我吃点啥呀？我你吃个人，你快来吧，要不你。我那小电驴不，这天太鸡巴冷，我受不了。操！你要是骑电驴来，你就啥也不用拿；你要是不骑电来，就那个拿两个驴，上驴肉馆买个驴肘子。我不是有那菜吗？你他妈逗我呢吗？另一个买驴肘子，七十来斤。行。来吧，打车来得了。行。嗯嗯嗯，好嘞。哎呀，我再晚来一会儿是不是？要回家了是吗？我都怕你不开门，我寻今天三八你是不是得出去有饭局子？我是有去的。哎呀我的！哎呀，明天吧。我这刚过来给我同学打电话，他让我上他那吃去。啊，那你说那啥，今天也没啥。行，你吃烤肉。明天到还咋的？啊，行，嗯。算你事儿。哎。同学都翻我段子，他咋找我骑电驴呢？他不看我直播，他看我转视频。哎呀，真他妈冷！开车了，我打车过去。开车去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吧，我跟我妈每天说话不能超五句，她一会儿又得磨叽我，受不了，扛不住。本来我真想买点肉涮牛肉的，后来我行的，今天三八嘛，我先看看那个同学干啥呢，打电话，我行的跟他聊个闲，你干啥呢？我说想你了，那你过来吧，那行。行，我过去聊个闲，扯扯犊子。到同学家就不开了，不方便，人家仨孩子，他媳妇也在。完事儿我回来开吧。不方便开，我得看看他们什么情况。我看都谁在的。我跟他们一帮混的，我也都是。我过年赢他们2000多，打扑克。然后我说我请他们吃顿饭，大年初一赢的，初二他们就撂蹶子，就都跑了，就去哈尔滨玩去了。我说那他妈再吃个嘚儿的。
真冷。啊，没有啥好肉了，关门了。不用，啊，宋小龙给我打电话，让我上他那吃去，一会儿的吧。那你要鸡巴晚上半夜你喝到了，打死你！你跟啥使用呢？啊？不忙。你看呆子，你能这没啥事就喝酒吗？啊你也是挣钱呢，大哥。你累生情绪，生气就发火。不难累挣钱。你要拉我去。你要待会儿吗？拜拜。拜拜。我说那个包大头啊，那我坐飞机不是干净吗？我给你看一下啊。现在还有吗？没了，扔了。报销去了。这儿。我去出去吃个饭去啊！那行啊，真的。啊？不闹笑了。忙完了吧？跟你说一下子，钱我都算好了，在桌上。你自己去啊。啊！我不开直播了。那你现在。我去肉店，他说今天没啥好肉。完，我宋宝龙给我俩打电话，他说那你来我这儿吧。你家这忙不知道吗？这忙完了吗？我也真饿呀，我也没吃饭呢。不喝。咋出去呢？跟你说不喝就不喝。两个往这一停。孙权拿肉来，我都没喝。不开了。你还当他以前呢？那哐哐能劝酒啊？他都废了。他都喝再见的人了，现在就李亚男好整点事儿。你南哥好拿个架子，喝点。那个，这包的吗？我就不想拿了。但是我要得拿回家。别跟我说，搁家你搁车库啊？我搁车库啊，我不怕。那我拿着吧。那我这两个带你。那我拿着吧，没办法，那只能拿着。你我啥也没骑，我走着来的，太冷了。走吧。那个和谐牛蛙锅来个车，叫俩。两个车。哎呦，帮我叫一个。正好省打电话。你还想啥呢，忘了？那也不行，我就不干了。你说是否能想起？哎呀，我跟他们也很久没见了，从大年初一打过一次扑克之后到现在。今年几号过年？二月多少号过年？二月十几。嗯，两个，我有我一个，我也走了。你家有钱主，一天干一天，一天干一天。
就初一跟他们打了一次扑克，然后初二就他们就走了，到现在没见面。哎呀！你这今天晚上是不是得干到11点？咱们去那个哪儿？那个西安家园。西安家园到这边哪是几期啊？然后有个横秤那个小二层那个小房子。哎，我晚上干老那么晚。乘客您好，晚上先忙吧。嗯。乘车请先排乘客，请系好安全带，谢谢。庞亮饼这头这是几期啊？庞亮饼那边是二期，那就二期。嗯，我整不明白一期二期。唉，这是啥子？在这咳的，我这肺都疼。咋整的？不咋整。有点感冒吗？还就是一咳，一天一天咳，就嗓子痒，有点痰，咳还不多。就是有点感冒。应该是感冒。这两天不是天热吗？头两天热，热，然后我就开窗睡的觉，开窗睡觉，然后有一天睡死了，第二天起来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给我难受的，我这腰疼都起不来，穿风了。这热的也不能开窗了，因为没到季节。太热了。热是热，但是还是没到季节，咱们得到5月份以后，凉气都已经反完了。那功夫你就是开窗了，它也没事了。哎呀太热了。现在你开窗了，它在外头都有凉风，一吹它刺骨入骨。应该是穿风了。发过去了啊！哎，好。哎，别忘了，好嘞。忘不了，忘不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哎。我抛向太阳，耀眼太阳的。说是我们相见，说我爱你不多。最近这几个酒吧人还多吗？还行。没有过年，我没少来。但是没有过年的时候人多，就是因为过年的时候外地人少。你从这走，我慢点开，我看看里头人多不。嗯。看一眼，过年那段时间总来，反正人是挺多。这个是饭店。哎，就往那拐过去是吧？对，酒吧的前头。这转圈拐，慢点我看看。这个妹过年我基本上一星期来三趟，最少三趟，没啥人啊，没人啊，哎，有看公共车，有一桌，头些年老来这儿，这个他家哪儿好，他家音响好，他唱歌音响好，哎，白扯，这都不是客人，你看着看着呢。一瞅就是家人，不是一瞅就是啥呢？那啥那些在这干活的小年轻的服务员，老板说了，你整两个小姑娘、同学啥的过来坐着压场，你们喝东西我不收费了。嗯，过来压个桌的，为了吸引人。嗯，他家这个B四酒吧人也不多。他家不多，但他这装的挺好。嗯，但他家为啥整的人少不知道？过年也没啥人。对，过年人也不多，不知道。消费定高了也不能啊，这应该差不多的。
感觉应该是订购了，指定是有人气过，完了一说谁家太贵了，别去了，指定是100%。你不说别的，就说饭店这一块，烧烤这一块。对，你看看那个就是那个哪个装的那个，哪个？就是也是千家园那个百亿帝国那边那个那个盛坤装的那个。我没去过那新开的。对呀，新开的。那块哪有烧烤店呢？百亿挨着百亿是那个什么社会主义大灶台。百亿中间呢，跟社会主义大舞台中间拍一个呢吗？拍个店啊，是个烤肉是吧？对，烧烤再烤肉。我有一点印象，那我没去过。那个地儿装没少花钱呢，花好几百万装的没事。哎呦我去，那地儿我有点印象，我路过看着过。他家挺有钱，你知道吗？他家产业不少。那现在干着呢吗？干着呢，干着但是没有人。他是头年开的。开完之后，他烤那玩意不手艺不行，一是烤那玩意狮子。你去过吗？我没去过，听他们说的。他们打车说他家不行。对，就是说的狮子吧不好吃，完了价钱定的贼贵，吃一回下回再不去了，他就没人了。啥？没人之后，2月14号那天。加起小地方，你一个人不来，妈给你拐他妈一大片不来。对，2月14日情人节那天，他又重新开的业。啊。又放炮又干啥的，还是没人。就是价钱定的太高，完了你要是说的，你真价钱定的高，你真有那个对好特色，真有那个口味，就是能吸引人的。对你像我那牛蛙锅就是，对，那绝对是行。我跟你说，我家今天爆满了，给我累的，我就找我同学。你家牛蛙锅始终就行，这128一锅，就是在佳期来说，也其实128，你说贵吧，也不算太贵。不贵，那贵啥？但你要说贵嘛，它也没贵哪去，你知道吗？根本就不贵，100多块钱。贵啥呀？我跟你说，你吃个地锅现在还156呢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说头，就是这疫情这三年，嗯，这是说的整的差多了。就疫情之前，就你家的牛蛙锅，就武校那么孩子来，嗯、那基本上，对，我知道，都愿意吃，就都爱吃你家那个，尤其那小姑娘。现在我都拉过多少次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还好。就你说一说上北路部队也多。对，就那么小姑娘特别愿意吃。是一家齐有一帮部队的南方的，然后一到夏天就来，冬天就走。对，他们一到夏天就来，后来疫情这几年不没来吗？对，就疫情这几年整的，这帮小姑娘她都出不来、嗯。今年没事了，今年不往出干。夏天估计生意慢慢就好了。对，不往出干。今年就是现在，就不管哪天就是、就前面这块呗。对，再往前就是那个百亿帝国跟那什么中介。我有点印象，那块有烤肉店，但我没太注意过。他搞那个是个洗车行。他家这地方选的，我估计不咋地。咋说呢？就是他妈的，我感觉房子也不行，他他妈房子太低了，挑着两家，你瞅吧，根本不起眼啊，这店啊。就是，我看着了，盛坤，他这牌匾整的也，装的屋里装的确实是不错，没少花钱。这么大个店儿，你要是这生意，没有人儿，哪有人？有个两三桌没吃。哎呀，这就完犊子了！这没有人，始终就没人，都没有这地锅火。社会主义大这锦城天天他妈的。沈行，那不老六吗？他不是老六，他就是锦城。老六是那边俩店。不是老六老板。嗯。最早老六是那个民航驾驶楼下面那老六。嗯。后来他把那个房子给他厨师了。嗯嗯。他厨子干，然后这老六跑到那个下面那个以前那个火锅叫什么玩意儿了？对，那有个老六火锅，还有。老六家常菜。对，老六家常菜。后来他那个家常菜。不干了，又跑到这儿来了。嗯，把这个店给对下来了，锦城。嗯，这老板就是一个小区一楼干起来的。嗯，他家反正还可以。那旁边也黄了，我那天路过看一眼。现在就是，现在这个福临门挺火，地下那个一家人，一家人老板会来事儿。那家伙，你吃一个饭，你不用多，你这个不管你整啥，咣咣咣给你挣三盘子，老他妈大了那盘子。你别管是花米还是加粮，人先给你摆三盘子。最起码人天天爆满。对，这也会来事儿，咣咣三盘子，从这儿进。这是二级。咣咣三盘子，就是三盘大菜，就送你不要钱。完你点再说你点的，那么牛逼，操！我们去，对，是没少送。不是没少去，始终就没定上。没桌，往这么走。基本上就没桌了，每回去都是你要不提前两天订根本订不上，没有当天就订不着。把头亮灯那个，嗯，那他们说他家好吃，始终没去，没我也去过一回，也没订着桌。对，没订桌，订不着。这哐哐就大盘子，哐哐送。你最起码你现在给顾客揽下了。
对不对？人多呀。行，这个扫码，哎，这是八块吧？对，嗯，这加起是涨多一块是吗？嗯，就是那个有一块钱那个那什么燃油费。燃油费，每个地方不一样。好像哈尔滨也有。好，哎，好，兄弟们，我关了啊。哎。